希望我的生日礼物是闪亮冠军。这你要问阿宝，不要。六的，确定我是的。然后我第二个就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发大财。这样子在心里说吗？我又举完了，吹，耶！你这是二十岁啊？我才二十啦，哦。我要切半哦，还是不用？不用。刚好你终于出现了，你要把这个切完。刚才在想说谁生日，哎，谁切我的？不是我，他是生日，他不能过先过生日，你是后来的，我是边过啊。他在那边乱，你要完成这条线，你要完成那条线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好过分，好敷衍哦。你走来还说谁切我蛋糕？我现在要走过来，我想说是谁生日来乱，然后宇君跟我说是我生日，然后想说谁切蛋糕。下一个，这样过分。好，生日快乐！怎么办？青蛙正在开直播，大家要来生日图集。走了，那老不用再走了，走吧。你们要关灯吗？好烂哦！想着许愿环节是不是？好，来许愿。第一个愿望。有没有冠军赛了？不要去做。大家可以拿冠军拿到手软。耶！第二个愿望就是大家赚大钱。耶！赚大钱。好，吹蜡烛。我吃蛋糕。耶！耶！让我看哦，来，看我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拍街。你这个头发那么长，赶快去剪一剪。就要去剪眉，要去 AT 9 Hair Salon 给贝克剪头发，然后他们要去用造型。他们在等我们。贝克老师救救他。那走出来变这么帅，还是我以后留头发？洗头发吗？要洗头发。湿湿的，好像变得帅。靠！你想要什么造型？帅就好。你预期你弄完会长得像谁？李宗硕，还有我哥。可以分享宝哥有什么疑难杂症吗？真的不行，这个长不高。那个已经是既定事实。因为四十岁不能再长高了。还是瘦？可是我有时候量身高都会突然变高哎。你好啦。身高会突然高。都吃什么？我吃鸡排。好，多吃鸡排。吃鸡排还可以高。可以啊。他说的。躺身的高度不是这样吗？大。好。横向发展。天，几天没看到正哲会想他吗？不会啊。这几天好安静哦。真是个好天气啊！你觉得有人会想你吗？没有。你分享一则泰国的趣事好了。阿明，老人干嘛了？忙干嘛？傻。这是猴语啊！这样是台湾猴语。这样算哦，那猴语是不是？帅哥，弄完有没有什么心得？觉得用完又长得更像那个人的。谁？你。OK， 谢谢。今天要干嘛？再一次。好，来，五四三二，开始。突然讲不出来。来，五四三二，开始。什么小啊？今天要干嘛而已啊？再一次，来，五四三二。
在做效果是不是？没有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突然讲不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怎么了？傻笑啊！好，那我觉得那不然给玉祥先讲。今天要干嘛？拍贴，拍贴，拍贴，拍贴。